Hello，大家好，赵哥又来了。今天给你们表演一个这是啥？手语教学吗？哦，拿出来了一件衣服，哦，这个直接就穿在身上了，这个省略了的好多步骤。这个为啥能穿的这么快？哦，这个很扎。你把我当什么？小心受伤。哦，这个2斤的这么个饰品，就头上一戴，你看头就歪了。这个戴上一会儿会儿，这个头脖子特别累，我跟你讲。哦，好，另外2斤的一个耳坠，这个耳坠能把这个耳朵下面拉下来，就显得比较有福气。然后又配了一个啥都装不了的包，还有一个大头皮鞋。哦，这个皮鞋看起来也有10斤左右。你看现在他身上，这就是个举重运动员，就做了一些动作，意思是我力量很好，我能抬动这些。你看我的动作一点都不变形。我这个大头皮鞋，这个踢一脚，我跟你说。你们不知道你们感受过没有，我反正感受过了，这个疼死了。哦，这会儿直接又换了第二套衣服，哦，又一下变了一个风格，变成了一个中年夹克衫，这是就是我爸那个岁数的人穿的。哦，这个夹克衫，这个可能这个中间的那个扣子都坏过，然后换了一套，但是他换的时候这个白色没有了，就黑的了，所以他把这个整个扣子的部分全都做成了黑色，让这样一个双拼的设计啊，非常的时尚，朋友们。那么这个帽子呢，就感觉像是后面的那半截剪掉了，剩了一半，剩了个帽檐儿，啊，他做了一些同样的动作，哎，你们看我潮不潮？非常潮，非常帅气啊！这个模特在这个抖音直播的时候，这个上去的话，这一小时不得35块钱啊？这个动作你看这么专业，哦，这个大头皮鞋还是没有换掉。啊，一会儿要踹人的感觉啊！这个，他这个动作停不下来了。哦，他还甩一甩这个领子，你看修的这个扣子怎么样？非常好。那手语就教学没有了，我以为就要教手语。嗯，结束吗？这就太快了！我的天哪，我还没有发挥你就结束了，啥？没有素材，没有空间。行了，算了。